时代新格局，行业新征程。中秦广州应时而生，顺势而为。近七十年匠心相传，以行见言，在时代的洪流中，以远见卓识的才干缔造生活不凡。我司始建于1953年，汇聚大批优秀行业精英和技术资源，构建工程总承包、工程设计、工程咨询、项目管理和工程监理五大业务板块，致力于为工程建设提供全过程综合服务，可承担工程项目实施的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。成立迄今，成就大中型工程项目超过5000项，获奖项目200多项，项目范围遍布国内外。目前已与多家客户达成战略合作，以实干与创新迎接可持续发展的未来。多年来，我们多业并举，谱写工业华章。制糖行业作为传统优势行业，我们掌握制糖生产先进工艺，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，已完成设计国内外200多项糖厂工程建设，享誉极高。在酒精行业掌握多项自主工艺知识产权，经过多年传承与创新，已完成国内外多项酒精工程设计及酒精项目总承包工程。作为啤酒工程设计和行业技术创新的领跑者，由我们负责设计并建成投产的啤酒厂项目达400多项，推动了中国啤酒行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。食品饮料行业围绕食品、饮料、凉茶、矿泉水、咖啡、乳品等领域，我们始终以工匠人的初心把控每一个生产环节，保障食品安全。调味品行业以高端品质为导向，服务多个客户，多个项目获得省部级优秀设计奖。民用建筑业务聚焦办公、酒店、学校、住宅等，着力推动人与自然、建筑和谐共生。在园林装修上，我们注重功能性与艺术性，构筑惬意舒适的人文环境。日用化工行业大力发展产品项目的设计，强调以日积月累的技术美化人民美好生活。我们是全球最大工业地产商的指定协议设计单位，致力于高效智慧的全球优品分拨中心园区，以及集保鲜技术、智能仓储、加工分拣、分级配送等功能的新型智慧冰温仓储贸易中心的建设。1992年，我们开始涉足垃圾综合治理，经过数十年的积累与发展，掌握固废处理技术的核心工艺，可实现垃圾处理减量化、无害化、资源化。迄今已设计完成230多项国内外相关工程，市场占有率近40%，为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不懈努力。我们利用互联网和现代科技，将闭幕技术应用到各个行业，推动其在工程建设全过程的集成应用，不断提升其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。
以初心回报初心，以美好孕育美好，只为给予时代更好的发展，给予人民更美好的生活。